其实像我的咨询，它分成三种切换的手法，它有分成它是咨询，然后 mentoring 跟 mentoring， 它就是这三种。那苹果的话，通常如果说你没有看到它的话，它都是卡在这边的，它就是卡在这边，就是把它拔下来通过的就可以了。所以它是三种切换的手法。那我们就是直接把它这样放在那边。可是有时候因为我们每天是手指，它的口味就都会有一些斜线的口感，所以它会有一点点动动是正常的。所以我们其实在定位的时候，我们手还是要稍微停的时间，不用停在我们那边。那我们再清点。Bye.